教授。那向我们介绍一下，在向右手边的是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我们的彭慧兰彭老师，彭老师。勇敢的举手，妈妈为什么？看起来像什么？就很奇怪哦，开始我是教同爱，我们是相同才是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他是讲皮肤很白，但相遇很重。妈妈学习怎么办？移民过五年，创造有趣的替代活动，有趣的替代活动，比如说，第一名是。快进教室，快写功课。因为正向思考，你可以看见孩子的好。如果你可以关心分享，我想说，孩子，你以后不会再退步。哎，这段对话同样是跟我们一起。好，今天很乖，我觉得都很大，都很正面。当然是有点，我就觉得很讨厌，所以我一直要求在老师身上。哎，讲得这么精彩。你记得，只要有一句话能够改变你的。